乐善国小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流利的英文唱着圣诞歌。与此同时，学生为了感谢警察的辛劳，不仅制作留言板送给员警，同时乐善国小也透过前往大埔派出所报佳音，借此落实学校的双语及校本课程。谢谢你为我们指挥交通，谢谢警察，就是大家一起唱歌，很开心，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大声的唱，一起唱圣诞歌。今天我们乐善国小的低年级的小朋友到我们邻近的大埔派出所来进行圣诞节的报佳音活动，那是结合学校的校本的特色课程啊，包括我们的双语课程，然后还有我们的节庆教学，到我们这个大埔派出所，因为跟我们非常友好，然后平常的互动呢也非常的多，然后来这里呢表达我们的感谢。龟山区的乐善国小为了落实双语教育，并强化学生跟地方社区的连结，因此透过演唱精彩的圣诞歌曲，不仅让员警感受到圣诞佳节的温暖，另外大埔派出所的员警也特别回送糖果，并宣导预防毒品的正确观念。哦，那感觉非常的纯真啊，就会让人又再次的回想起来一开始要当警察的那种冲动，对，就是让人更能够再持续有这个热情呢，来去面对这个工作。毕竟这个工作事实上就是良心事业嘛，就是因为这刚好有结合到那个他们的课程的部分啊，所以呢，就是来到这边的话，感觉就是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平安这样子。然后在这里，我们也为他们就是宣导了一些关于那个毒品的一些知识这样子。那就是觉得这样警民合作呢，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到来，乐善国小透过带领天真可爱的小朋友报佳音，不仅让员警找回工作的初衷，同时乐善国小也藉由在圣诞节前夕报佳音，期望要向辛苦维护治安的警察表达最真挚的感谢。记者王作军台报道。